变大先生，创业，你变太熟了吧？你好吗？哦，我人怎么？应该你不够热量的。有啊，因为我去年去 Life of Ranho 那时候学到很多，一天需要1200个热量。原来如此。对对对，所以我每天吃沙拉加香橄榄酱。不够。有的朋友们说，他也比较圆圆的可爱。我同意同意。还有，你看过那个我们做的奶油火锅吗？哦，有有有，那个影片。很多人看，所以今天我想做其他的奶油料理啊，那个看起来很好吃。对，今天使用的是这个鸡蛋，所以今天的鸡发是做做看全部奶油的鸡蛋料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什么意思？全部奶油的鸡蛋料理？嗨。原来用奶油。对，这是今天做的料理是两种超级简单的鸡蛋料理。鸡蛋还有小小的东西。哎，小小的。对，可以吃的。香肠。不好意思，现在不是可以吃的事情。哎，不是吗？不是不是不是。我们快上去。啊，原来kitchen。OK 吗 ？OK。那就kitchen吧。好，我们来了kitchen。先准备鸡蛋，另外的东西。那今天准备的蔬菜，这个。现做的是印度式目玉焼き。印度式。对。为什么选印度式？在日本现在超级有名，做做看印度料理这样。真的？对对对对。现做目玉焼き。这个两种的蔬菜要みじん切り。哦，怎么了，先生？有难过的事情吗？眼睛好痛，这个洋葱的。哦，不是你的人生不好，所以哭。也有。那准备好了，所以那个时间来了哦，换奶油。这么大吗？不好意思，今天有两种料理，所以使用的是一半一半，总共是全部这样的意思。哦，还是很大啊。对啊，那三二一，耶！哦，这个。哇，满满的奶油的味道。哇，真的很香，好羡慕呢。台湾这个鸡饭鸡后也，这个房间有满满的奶油的味道。啊，不要，真的有奶油味，所以我今天晚上也我做梦里也奶油的梦也。啊，对吗吧？不，奶油梦了你。我是奶油梦了，三元这帮的 gay 人。听不懂啊！三元鸡饭的煎鱼，它也不好多难吃啊，奶油太多嘛。来，小娟，这个有汤多的感觉吧？应该真的太多哎。没关系，今天是这样的鸡饭。对，好，全部的奶油弄出来，所以要放鸡蛋。哇，好羡慕呢，奶油很脆耶。啊，然后一个人的话有点寂寞嘛，要放伙伴们。好好好，那我要放蔬菜们。嗯。洋葱，然后番茄，哎，然后两种的，这个是唐辛，然后咖喱粉，因为是印度料理，有点辣辣。还有那个椰胡椒，在哪里？没事，快点！这个不是不是，啊，有有有，有吗？这个。你看我的点，真的乖点哦。不是开玩笑。对，这个盐。啊盐。啊，那盐就好。有有有有。先立遗嘱说的。啊，这个吧，黑胡椒。多谢。谢谢，送我的人。那然后，这样吧。啊，不是，不用这个动作，他给的ください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这样这样这样。吗？对，这样这样。怎么样？对，很厉害耶。然后放奶油。又需要吗？需要。哦，见啦！看起来很时尚的料理，高级法国料理的感觉。这个，谢谢。我第一次吃印度的柚子烧。哦，好吃耶！我第一次吃柚子烧跟番茄和洋葱，但是这个番茄和洋葱很搭配，有口感。奶油的味道怎样？没有，没有。洋葱跟番茄，这个才是印度的柚子烧，厉害耶！印度人。不是不是，真的是奶油柚子烧，奶油的部分是最重要的。我真的其实没有感觉到，有一点点，但是刚刚的那个夸张的奶油的感觉完全没有。怎么个呢？真的完全没有耶。其实今天使用的那个奶油是没有盐的奶油，所以应该放更多盐的话更好吃的感觉。但是番茄跟洋葱真的不搭配。好可惜呢。
那是吃完了。这个不是托尼的福，托印度人的福。好，第二种你一定会说，超级好吃，托尼的福。哦，真的，很期待，对，要期待。是，那准备开始。已经杨总跟黄姐接完了，所以要剥这个蛋。那不要，走吧。然后那个新鲜又来了，看这个巴达，放进去这个锅。哦，很期待耶！他又来了吗？好，那哎呦，放进去哦。好，进去。哦哦，大一大二啊！所以啊，难道男人不是男人吗？我们男人在帮你当啊！你个小神马！蛮无聊的，超级无聊。回家儿，我的错。然后烟，我们上次失败的部分是烟的味道不够，所以先放烟去好吧。然后放鸡蛋。哦，已经分不出来奶油跟鸡蛋。好的好的，有感觉哦。哦，上面有点固定了，然后放洋葱，然后番茄。那这次的话放这个吧，红大喜，然后 spice， 咖喱粉，有 ，OK， 然后再炒奶油把它打面的上面，已经好了，这个料理的最重要的部分，有点难呢，加油，好。好了，哦，怎么了？我忘记了，放起司。太奇了吧！啊，好可惜。哎呦，真的可以。哦哦哦，还可以吧？嗯，好，完成了。哦，怎样？豆腐的粉。还没。啊，不好意思。但是看起来的话，高级法国料理的感觉。是印度料理吗？是这个。好像比刚刚还厉害吧？哦，哦，很咸呢。哎，咸吗？很咸。也太多吗？哎呀，那是有白饭的话，倒好。有白饭。吃印度料理的咖喱的概念，不行。那也可以。哎，只有这个的话，味道有点浓。那是好吃啊，就这个。现在有一点咸，但是这个鸡丝超级好耶。嗯，一个奶油跟鸡丝的味道有点腻的感觉，但是有番茄的话可以轻松地吃的。哎，这个鸡丝也印度的番茄吗？不知道，因为我不是印度的。在里面这样的料理有吗？没有，好吃。等一下，这个奶油味吗？萝卜看这么多奶油，看得出来，但是吃的时候没有感觉到。这个普通的沙拉油或是橄榄油的话不行吗？我觉得橄榄油。最先体验，你把我脸了。没有，一个疑问，因为我不是印度人，然后我不太熟悉这种料理。我是印度人啊，要知道印度料理的习俗。那这个好，不好意思。其实这个问题是那个奶油火锅的时候1%。哦，真的？对，奶油的效果好像没有。那时候也觉得努力嚼嚼看吧，这个效果。口感比较浓厚，还有奶油攻击我的胃的感觉啊。然后我现在担心会胖啊，所以像变胖的人要吃这个啊。原来如此，有点不舒服我们。对啊，我们享受我吃，我变胖就好了。哇，变胖了！哇，你有咸，那么大锅的话一定要咸。嗯，味道还不错。嗯，吃完了。好，继续啦。吃完了。哎，什么？为什么少？好吃不？好吃，这个没有疑问啊，两个都好吃，不关系，印度人。俊仔，刚刚的太咸吧。椰子做的部分是放的烟袋多，还有应该鸡丝在里面的话更好吃，但是那个鸡丝真的很好，所以鸡丝好吃的意思吧。今天的主角是鸡丝，奶油啊，奶油奶油料理有点做的很难的感觉。对，那就这样，这次有一点失败，但是我刚刚发现你有更大失败，哪里有？奶油抹染的部分。哦，
啊，失败吗？对，所以最后再一次 revenge 一下。需要吗？需要。我那样子失败了，应该观众们完全不会笑，但是我很喜欢。那不用了，我会笑啊，为了你，拜托了，你笑的话就好。那今天的影片结束，谢谢大家。拜拜，陪伴的大家，我是南阳木人。这个不会不可以见到吗？行，拜托，不行吧？